到了，香港网球学院，我怎么感觉像高尔夫球场？因为是高尔夫球还有网球学院。所以啊，我来接我们的车子。上楼、哦。对啊，顶楼。我们先。这俱乐部好大啊、哦！楼上几个球场啊？上面一个，这里三个，这有一个是单打球。对啊，现在来到香港球学院。这是 Football， 就是也是很贵的牌子。哦、算了，我以为是 AP， 很像。把它串上来啊！啊？职员专用电梯。我都是我们在用啊，没有什么东西。这电梯根本就是我们在用，没有职员在用。Get downstairs. Let's start our stretches. Let's finish it pro. Okay, that was a great session. 以后我们比赛的时候就偷偷拿几条去啊。很爽啊，免费毛巾哎，不用钱。根本不用钱，那那这毛巾比人家多啊。带回家。嗯，对，我们经常比赛的时候就直接拿三四条这样。有、哦，这室内，帅。就是那个这里办的小朋友的比赛，绿球。哦，绿球。脏的衣服袋子可以这样，可以了。哇，好爽哦！什么都准备好了。对啊。啊，怎么撕不？是我太笨吗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这里没有没有，毛巾自己拿哎、欸。对，然后毛巾可以用。这俱乐部赞赞赞，东西都准备好。然后你要弄头发什么的，好爽，刮胡子什么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棒哎、欸。这个是那个洗面，那带回家啦。哦。啊、这里还不错、啊。对。不错，这里不错。估计我会被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毛巾拿来。我觉得彭博需要这个，你知道吗？Jeff 没有钱啊。哎、欸，不要乱讲话。没有，我觉得彭博里面有一个不用钱的热水池啊。有一个地方鸡脚吃，其实我不知道你觉得好吃不好吃。你觉得好吃，我就觉得好吃。我还没有吃过。你还没吃过？我只是看到偶遇看到有这个地方而已。嗯。大家吃什么？麦当劳。帅。泡完水了，应该要吹个头发，洗完澡，然后就回家喽。Andrew 回家了，没有 skr 一下。然后电车来哪里？那台啊？那个。然后拜拜。来。